在遗忘这件事上，我可靠时间总忘记答案。在遗忘这件事上，我可以当个专家，考试前总忘记答案，母亲节忘记买花。你说会下雨，我一定忘记带伞。你说买点苹果吧，我却领回了西瓜。这时你总是笑骂，嘿，傻瓜。特别好，波哥，那个嘿就是语气一点，嘿可以语气一点，傻瓜，然后整体再那个语气一点，就是像说话一样。刚才都节奏都没问题，我们再来一个啊。好，在遗忘这件事上，我可以当个专家，考试前总忘记答案，母亲节忘记买花。你说会下雨，我一定忘记带伞。你说买点苹果吧，我却领回了西瓜。这时你总是笑骂，你请客呀，傻瓜，还没付款嘞。在遗忘这件事上，你慢慢成了专家，出门前总忘拿钥匙，走远了找不到家。我说钱好收，你一直觉得麻烦。我说人要扶老吧，你就染黑了白发。这是你还有点笑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老板有哎。时光这个坏孩子，他嫉妒你呀，嫉妒你曾拥有的美好往昔呀。记忆这个好孩子，他藏起来了，藏在我们不懂的神秘世界呀。遗忘家是岁月给的学位吧，忘了量我的学分，你还是你啊。遗忘家是岁月给的学位吧，忘了给我的名字，我还是爱你啊。忘了给我的名字，我还是爱你啊。忘了给我的名字，我永远都爱你啊。写的自己还要再看一遍吗？来吧。先放这儿吧。你带的是？不，面包。我带了这个。我想是，对，刚好你带这个，我拿这个面包给他们压一个那个三明治。想起来了，鸡蛋。哦，对，他会往这边转啊。对。OK， 开始。感受一下，
这样，这个番茄一会儿你帮我弄一下呗。你要去皮吗？对。那你要拿热水烫一下。对，我烧水了。开了什么？啊，我来了，我来。我知道要划两刀先。嗯，划个竖道。谢谢你来吧。这个，哎，不是我说，这个刀连西红柿都切不开。拿这个，这个带齿的，啊，这个也不带齿。这个刀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强了。我觉得去皮会舒服一点，就是吃起来口感会好一点。拿块面包试一下，拿两个吧。祖儿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别烫到。数到一百，然后你可以去看到那个，看一下那个面包。就好了，自己会断点。我就觉得，就弄成这样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再把它压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就等他们醒了之后再压。压一下。哎呀，那我为什么要把它吃了？不吃进去。你看，我的厚度和袁坤的厚度。买家秀跟卖家秀是吗？我的身材，你的身材。一言以对，反驳不了。小仙，我拿着锅来了。OK。流心蛋。你要香菜切成什么样的？就是。先来。你影上就这样，过来。冷静啊！哈喽，哈喽，哈喽，这是谁的？哈喽，这个是胡老师的。小蜜爷爷，小蜜，是我。啊？啊，那是原主，原主，不是，原，哦，不是，叫什么？原什么？元宝。想我没啊？想你，元宝，好敷衍，想你。小心一点，胡老师哦。嗯。小心台阶。是我自己。嗯，我们去那边坐着吧。嗯。好，你们来。我在你旁边，好不？好的，欢迎。慢点，早上好。Hello。你们热不热？你辛苦了啊。没有，你快坐。你好，大家你好，齐了。你们吃吧，你们快吃吧。那大小爷还没有。大小爷等一下啊。马上，大小爷，先坐。加奶加糖吗？加糖，小给我加奶，糖不要加了，加奶、okay ，糖不能加。啊！大乔爷，坐，谢。噔。先来把它。啊？还要一个？这是他还要一个，要拿这拿铁吗？行吧。啊、哦，拿铁。来，就放这了啊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一点，香辣吃不？我也要，你呀，哎呦，我公主。要一点吗？够了，宝贝。蘑菇是吧？对，蘑菇。先挑点酱，没那么多的啊。现在跟我还撒上胶了，我也要。哈哈哈。来一点点。啊，那够了，好。不甜，我那个就很。其实做西餐很方便啊，在家里常这样做很方便。还需要什么吗？
够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还可以吗？我们的临时作坊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好吃啊。嗯，好吃，对我胃口。样样都有啊，蔬菜有，肉也有，那个面包呢也是有淀粉呢、啊。嗯，做的很好。所以样样都有。嗯，这是百分百的营养早餐，真的。来点沙拉不？你也要这个吗？好。甜的吧？不是很甜。好，弄一点。我给你找点。嗯。公主奶奶说，我给你找点少点酱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好好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天下的儿女如果都像你们这样暖心，真的哇！你看呢，你的汗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国民好儿女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有的时候就是你说，其实未必是儿女不想做，其实真的是因为没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。像我们，像说实话，像我在这可以给你们做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姥姥姥爷，我都没有，没做，没有给他们就是这样做过。那我们很幸运哦，你煮那个，我也很幸运，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有这星期天了，休息了。并不是孩子不想给你做一顿，但他实在是太累，而且还有很多事情安排，所以呢，他只能带你出去吃，带你去茶居，啊，就茶楼啊、酒楼啊去喝早茶。那并不是他不想做，啊，他真的没时间，花那么多时间给你做一点，是吧？倒不如一起出去吃，对，尽可能的多做，就是在自己的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多做。而且其实也。说实话，不需要太多时间，一点点就够。老人的要求也不高，就是说你们有时间回去哈，多陪陪老人；没时间呢，电话，对，然后这个视频，对，有心是不是？对，只要有心就好。那你们慢慢吃，然后吃完了之后。对，梳妆打扮一下，然后就去那个去餐厅。我跟袁坤江过去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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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嗯，慢慢吃。谢谢你啊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辛苦你们啊，谢谢啊。不，你这时候不应该说谢谢，我应该说爱你哦。比心，还记得比心吗？嗯，对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哦。那你们慢慢吃啊。好的，再见。不着急。比心。家里做饭，就想我能帮到些什么。想了这么久，就是过来还不如过来看买买菜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加点什么。然后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卖海鲜的吧，我。好不一样。嗯。小龙虾，小龙虾，其实是我自己爱吃的，爷爷奶奶们自己故意爱吃，对，发财，对，你可以给爷爷奶奶们做一个汤，是那种，就是奶白色我们经常喝的那个叫鲫鱼豆腐汤，我就可以做个这个，因为平时在村子里面看，每次王勇师傅啊也好，小杰他们做的。做鱼汤的时候，爷爷奶奶特别爱吃，特别爱喝。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找鲫鱼，好吧？老板，你装那个网呢？上手太吓人了。走。
啊，这些呢，总共的花费是33块钱的，蛮便宜的。因为吃外卖，首先这个比做要健康很多，味道肯定也差不了。尤其爷爷奶奶喝要少油少盐，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。我们买完这个菜之后，我们要去给爷爷奶奶们买一些水果，然后做个饭后甜点。现在这家看吧。看一下啊，好多样好像。这个菠萝怎么挑啊？不用怎么挑，刚进过来的，不一样的。这个不挑。那老板，你帮我看个好看的。来不及过了。啊？刚好七个，八个，再多一个我吃两个。是新送。啊，对呀，我新送的，我没算。那我们33。33。那这个菠萝是26块，26块了，菠萝贵吗？刚多少钱我忘了，老板我忘了多少钱了，老板，133，要不100块？怎么卖啊？这得150。150，好贵哦，120吧，便宜点呗。对呀、啊，老板，130好吗？135，折个中好不好？我们不告诉别人，我们悄悄的，友情价，135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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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得100了，行了，130，怎么也要100。哎呀。我的天哪，我差点转错了。哇，刚刚扫的是谁的？我差点给不知道给谁转130块。是他。没有这回事的，这个帅哥他真的会说，他笑到皮还不敢去了。哇，好棒！10分钟。关火。鱼。哇，汤来了！哇，体育汤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一会儿需要问一下你们。